小乞丐，谁派你来的？青州十万亡魂。是青州人，还没被大火烧死的青州人。若我今日杀不了你，慕容锦河，你记住，青州亡魂会送你下地府。本王就在地府。你看这儿，这儿还有那儿，全都是你的亲人，看到了吗？本来打算赏你句全尸的，不过本王改主意了，何必要送你去地府跟亲人团聚呢？王爷吩咐，放他走。想送死没那么容易，活着才是折磨。这双腿就是被你们青州人所赐，本王也要让你尝尝站不起来的滋味。怎么